来读一遍。我的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？ 喂，乜人读你读，你读到甩头甩骨咁样嘅？咋的了？你听我读一遍啊。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？ 哇，你读的好像老外哦。是吧？那我是教你一个技巧，学完你也变老外啊。真的。那首先呢，刚这三个词你怎么读的？我的 Are you 啊？你读到稀拉咁样嘅？那把这三个字哈、哦、变成一个 What are you？ 哦 ，What are you？What are you？What are you？ 对了，学会了啊。这两个词你怎么读的 ？Going to， 你咬打鼓，叮叮咚咚的把它变成一个字 ，gonna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老外懒嘛，啊、对不对？几个字变成一个字嘛，啊、对不 对, 对？好，这两个呢 ？About it。喂，你可得乖，这么懂的哦。这个 T 不用读的，好不好？哦、啊，来，不读呢就会变成 about it。About it， 对，不要读它。About it，About it， 把所有技巧放回去，我们再读一遍。三二一 ，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？ 哇，我像老外，好听多了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，这啥东西啊？这个叫连读啊。那零基础可以吗？稀拉都是好吧？去哪学啊？我直播间。